各位同心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分类。我即摆要分互恁，即个是即边哈，三月十二号，含即个也做五月十七，伫美国甲日本的迄个记者会，甲迄个酒会，诶，迄个宣传品内底呢。有夫人伫记者会内底演讲，内底有中英日三种的语言拢有。啊，日本呢嘛是同款，有中英日啊三种的语言拢有。其实这个演讲过内底哈，就是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啊的控告的精华。咱国际班毋是干呐要读这尔，干呐读这是讲伤少。你大家拢知影吼，法律这两字讲起来足简单，但是实际上要去做也很简单。问题是你对这个法理的理解甲了解有多少？我当然定有一种的感觉吼。咱台湾人讲拢捌，但实际上叫你去做，你都唔捌去啊。可比讲，你定在中国，你拢安怎讲？你讲大陆，对不对？中国，你若讲大陆，大陆是什么物件？大陆就是美国大陆、欧洲大陆、亚洲大陆，你是哪一个？大陆这两字灌在你的头壳内底，你无要讲中国，你敢讲大陆，表示你的思想是去予中国统战去。你讲大陆，其实未输敢那你，是伊的其中的一部分。有一挂艺人，即马拢开始讲啥内地，台湾的内地是啥物物件？日本，日本时代讲日本，拢讲内地。现在才等到说了要说中国就说内地，就是无形之间他用你的头脑的教育给你灌输，让你洗不过来。请选举他跟你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民主自由的国家。其实我问起来就知道，你选举你会接受人的买票，你会接受人的招待，甚至用游览车把你载去佚佗，啊！你要转票，你无照你的意思，你是照人把你讲啊，这是外亲戚，还是什么人？哦，两千块、五千块，即马甲五千块，我一万块给你买票。你是金门，金门即马要选一个县长啊，一万块买票，一万块。啊，伊买票，伊敢会好？你甲想法，伊会好无？伊会好啊。伊都无几万人啊，给你一万块，唔只开几千万尔呢。但伊要赚到转来真简单。蔡英文今日要去美国，报纸写讲，这边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安全单位要改密会。其实，迄个人常常嘛喊我伫密会，因为。美国自从咱个国以后，随时咱个动作拢会甲咱问：哎，恁即马伫创啥？哎，恁即马行到对一个天道？所以你像这种个代志，台湾人唔知呀。听到讲美国个国安局伫密会秘书，敢那美国对伊有真好，还是讲要甲支持？我会当甲你讲一条100%正确个话：美国无支持蔡英文。虽然伊是台湾人，想要讲美国伊无支持蔡英文，我甲你讲一个例就好。马英九伊会晓讲停止征兵，这是表示美国的内部国防部甲这个国务院有甲马英九讲：哎，你不能征兵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我占的，在占领地区不可以征兵，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啊。但是蔡英文唔知啊，
要跟你讲讲，伊若动算，民进党若动算要恢复征兵，啊，你看到鬼啊？你怎么恢复征兵？占领地是免啊征兵啦。美国伫琉球，迄统治的迄段时间，敢有甲琉球讲你要来当美国兵？无啊。伊拉克的时阵，美国敢问你来做美国兵？无啊。所以有真侪代志，我拢看会出来讲吼，美国的国防、国防部、国务院是毋是有甲咱台湾内底的一挂主要的人有联系无？看了我感觉，伊甲国民党的高层有联系，但是甲民进党是完全没有联系。所以民进党是咧算计的。我问你啦吼，你认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台湾人、中国人，台湾人啊！李登辉做几年的总统？十三年。阿扁也做几年？八年。十三年，国家八年，拢做几年？二十一年。二十一年，拢是你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。我请问，你台湾的地位有改变吗？无啊。台湾人做二十一年的中华民国总统，都无法度来改变中华民国的地位，台湾的地位。请问，你即马阁再一个新的台湾人去当选，有效无？无效啊！啊，无效是干哪啥物？遐去当选的迄几个人，甲伊迄个 group 去趁钱。但最被当选的时阵，新潮流霸占所有中华民国的会当赚钱的资源，台糖的土地给伊卖不了去啊！你若跟我的关系较好，我就挂一地，用钱租的，啊，后尾变做卖你。这种很多了，所以我们执政以后，亲戚我都没清查。你若无按照正当的手段，不可以。日本人撤退的时阵，有很多台糖的财产、台盐的财产、台匪的财产，后来都变成国民党的东山，这敢对？因为他是占领的，占领你可以将那些东西变成你的财产吗？所以国民党是变成全世界最该好业的政党，没人这样啦。但你台湾人呢？唔知道，你若知影，伊就来叫伊边啊，来来来，我这地给你，你点点。哦，你知影，来来来来，我这地给你，你点点。台湾人短视，台湾人自私自利，家己好就好。你无管你的后代，你无想过你的后代。反正你也想，我若有钱，我就移民啊，我移民来美国。但美国敢有遐好大？你敢想看卖啊？美国是一个文化跟你拢无同款的一个所在，有遐好大吗？啊，你若台湾要继续大，但是台湾人无法度家叫我请，无法度和这个住伫在台湾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哦。咱即马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律是唯一未牺牲你的生命，未牺牲你的自由。无叫你做足工啊，足大个工课，你就会当甲并过来。你台湾人哪会不爱做？我讲这啊，坦白讲啊，有时候是感慨万千啊。2004年、2005年初期的时阵啊，我拄啊研究到这个战争法，坦白讲这是李登辉叫我研究的。但研究出来以后，我甲李登辉讲的时阵啊，你一定会跟我讲，你讲的是外向，用你们说，较慢的，较慢的，较慢的。我喜欢来较慢的。你这阵你做总统，你有力量啊！啊，你有力量，伊讲你都唔知啊。遐中国人吼，虽然我咧做总统，实在是拢是中国人咧做总统啊。国安的单位拢总中国人，所有的行政单位拢中国人。伊有当时一个命令落去，根本都没有办法贯彻，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所有政府官员拢爱甲变作本土台湾人，你才会当做
做政府的官员，你无安尼很彻底的改完全个改变，为紧个恶起来，你台湾要救啊，很难呐、啊。尤其台湾人的这款个性，啊，台湾个这款足乱的个性，平埔族的个性，平埔族什么个性？你家己想，你家己的优点是什么物件？你肯做有无？你足怕病，你死做，你硬做，有赚钱的机会，你绝对袂浪费。叫你讲赚钱卖食饭，你好。但我请问你赚钱了要创啥？你赚钱了要创啥？你敢有？你敢有赚钱了？你变做足好的享受，敢有？你甲想看卖啊？你一世人你交偌济税金？你真正甲算，你会惊死呢？你交很多很多的税金呢？啊，这税金是你控啥？中华民国你买武器，台湾人伫纳钱。你捌想过无？你唔捌想。选举的时候，你甲登一张票，候选人给伊30块，政党给伊50块，每年的呢？你家人也唔知。你无必要去做兵，你嘛去做兵。啊，拍起600亿买30只，还过一半还未飞到台湾。是啊，美国人伫甲你耍。阿帕奇飞机发生代志的时阵，讲红翕相，恁有会记得无？讲迄仪表板哦，迄是泄露军机哦，你有看到无？原来迄个仪表板是美国为着要卖你去30只，特别去做玩具式的仪表板给你，咱真正去作战的仪表板无给你。啊，一只20亿呢？一只直升机20亿呢？啊，所以。美国讲没有没有泄密，啊！即马讲起来原来是啥？做假的，互你啊！佮即马30只，还佫一半，还佫你背，背袂到啦！啊！即钱开落啊！政论节目有空军的，迄个啊，做军官伊佮你讲，很奇怪，我们中华民国买了好多飞弹，拢放伫关岛。要用的时阵才甲申请，我想讲拢无，你台湾人袂晓想讲，你买面子放喺阮兜啊，你若要用才甲我讲啊，我若欢喜才互你，啊若无欢喜你袂当用，你买无？那台湾人就是买就是这种的，台湾人就是同意，都讲到这款型咧，好吗？啊，伊是这款要甲你讲无？哎，立法委员嘛拢假啊，立法委员自己方面要审查，到我都审查，无法度啊。真的是因中国人对中国人是咧引清风，伊知影，但是知影要讲的时阵，人家暗杀。所以台湾吼，已经烂到是非常的烂啦。我敢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大家人讲，你来读这个高级班，你都要有一个讲哦，讲你一定爱来做官，因为你高级班毕业以后，你就有法度。经讲你要做议员，要做内阁。议员有三种的来议员，一种是中央的议员、参政议员、地方州的议员、甲郡的议员。无一定讲都爱做中央较大啦。郡上盖基层，咱为上盖基层爱甲拍好好势。所以我鼓励党的人，你小可有能力去基层。台湾要彻底为金甲乌掉，为金开始改，重新建立。我若干那想讲啊，我干那安尼讲够好，你无爱配合，当然啦、啊。大家人大部分拢想啊，希望讲收入能较好咧。所以我甲家人保证，台湾民政的政府官员，上无是现主是收入的3倍甲4倍以上。我要让你有钱。我要让你有厝，但是你不能贪污。所以我嘛讲过，要讲卖贪污哦，好难呢。你要相信无？真正好难呢。白花花的银子放在你的桌顶，可比讲100万在你的桌顶，讲这送你，什么理由都无跟你讲，说送给你，你要提无？我爱提牙手，要提牙手。嗯、啊，不爱，拢不爱拿，什么意思？要提牙手，那200万现金，啊，不爱提牙手，拢假。
你卖假先，你不爱提。理由什么理由嘛？听我跟你编。什么理由嘛？啊，我都足尊敬你的吼。啊，这个也做崇敬你，很崇拜你。你做这个职务吼，啊，我足尊敬的。啊，你做人真好。啊啊，替台湾人，啊，这两百万给你，啊，你无够吼，来500万给你。你也不爱提，你不爱提。我跟你讲，你都要训练个你有迄个意志，更加侪钱都袂当给你买。去当阵的台湾才有选举啦，这无为囡仔时阵该教育起来，甲咱即马遮的年龄有一点来不及啦。因为你会想啊，人住住豪宅，我哪会去住住这个破厝？啊，我还要用水，啊，我哪这个钱摕来，我怎么来住豪宅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台湾民众即种。第一个改变的就是房子跟土地的政策，所有土地拢用属国家的。你搁查我看，中华民国的房屋跟土地的税率合一啊，什么人先讲的？台湾民政府有足多代志，咱伫台湾民政府讲的以后，无偌久国民党就去学。很多啦，几啊件代志拢安尼啦，所以你唔能看讲，咱只叫你上课，干那恁恁听 ，no。尤其那我的课，我当甲你保证，拢有四五十万人来你看我的网络的讲。我若讲这个政策，免偌久伊就出来啊，跟我们一模一样。但有咱想想的吼，啊好啦，伊那边来学嘛无要紧啦，进步。现在的进步他们说是乱七八糟的，什么进步了是真真正正的医生啊，没要开刀了啦。我说我的例就好啊，我两个我家的孩子吼，差不多若不是做医生，不就读法律了。我几个孙啊，我小弟的后生，我妹妹的后生都是医生啊，毕业以后去做啥？精神科。精神科是什么物件？你知不知道？精神科就是神经不正常的啦。我甲叫来甲呛啊！我讲我呛意思，恁听有啦？他甲讲嘞，我恁老爸是外科，啊！你读精神科是要死哦？哎，阿伯遐设备安怎？约阿舅啊，你拢唔知啊？一棒一毕业。我们北医毕业的前三名拢进精神科呢。哦哈，啊不怪啊。国台副董事长陈楷模医病阿扁的那个主治医师，就是那个啊，就钟雄跟什么人？那个双胞胎哇，替伊家开刀的第一刀的，钟仁跟钟义，甲开第一刀那个医生，伊甲我讲啊，伊台大。诶，迄个做外科的主任啊，足歹啊！大家拢叫伊叫做雷公啊！迄医生哦、喔，甲即马看落，还佫惊伊惊啊要死！伊伫要开刀的时阵，你若迄个边啊遐小医师无清读册哈，伊全开刀的刀全直接甲你下去。伊讲你在干什么？这人的性命呢？你吼、哦、掉以轻心，你无认真，你事先无甲看者，你敢来甲徛伫这个手术台，伊是安尼讲训练起来。甲柯文哲同款，伊嘛台大的，台大有几个外科的迄个主任嘛，拢非常有名。所以这边有一个釜山，有一个隆重一个釜山科的医生，讲迄个囡仔伫巴肚内去。检查几摆，啊生出来是死啊！都甲告迄个医生，他们讲，迄阵我上课我也讲，这告这才是无道理啦。但是好佳哉，无偌久，规个舆论拢变过来。即马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，这三大科啊，台大的医生、台大毕业的医生，无人要去读啦。我跟你讲，后摆若开刀啊，拢爱叫啥？叫荷兰的医师啦。
菲律宾的医师啦。所以我迄个孙啊，我甲听来，我讲你是安怎？你无要去读外科，你来读这个，你成绩遮尼好，啊，你若要读外科，伊讲阿舅啊，你都唔知。我读这科是有几个原因，第一，我未去用过。啊，就真侪人真夭寿啊！医生未讲超过，伊要甲你医好死，就是讲有事故，不幸你就要应该摸着鼻子认了。这是一种的观念啦。医生敢有超过要甲你医好死的？伊要杀人个。所以伊讲吼，我唔免红过，我唔免三更半夜起来讲急诊。啊！我收的钱便宜，你看这个囡仔即马拢安尼呢？即马的囡仔拢安尼呢？所以这款的观念，伫咱台湾的社会，即马有个人哦，个医生好一个人要叫伊赔2000万呐、啊。迄医生嘛讲，迄妇产科医生讲，我拢总甲拔开，我管道嘛无2000万，我哪赔你？你死掉一个人很伤心，你儿子死掉很伤心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讲怪医生，啊那安尼医生，我都不爱甲你看就好啊，对不对？车祸，迄领导的代志啊，死就死啊，上面去甲你救，我若救了无好势，我都有代志。是所以像这种的吼，台湾整个的社会已经改变去啊。日本时代做医生，大拢足尊敬，啊，迄神社。啊，甲即马中华民国的时代，中国人的时代。那款的尊敬拢无去啊！你莫去想无，所以你唔能只干那只家去读法律，有很多事情你要去想诶。所以有真侪代志，卖外口人安那讲，你就对你讲，那不对。但是我会当甲你讲，台湾民主有执政，整个的政策一定改变。我绝对袂当互你用厝、用土地去炒地皮。房屋跟人美国的这个厝，谁那边乌白起？我刚看即马新闻，台北市一平普通的厝鸟，一平起到80万。我讲你的囡仔大学毕业，搁赚一世人，你都无多啦。啊，即马会当赚钱的，拢什么人在赚？拢什么人的后生在赚？拢是中国人的后代。你来看媒体，媒体好赚啊！你无做广告，你就未使，你就一定爱做广告啊！媒体所有的主持人，你甲看，是毋是拢中国人？你认真甲看，我毋是讲伊中国人安怎啦，但是你那遐拄好啊，是安怎遐主持人拢总中国人啊？我台湾人拢无法度去做主持，台湾人几个较穿诶，免偌久，互你穿袂偌久，半年一年就无去啊！你看郑鸿仪，你看王本福，他穿多久？啊，是啊，那会敢若中国人当做主持人？啊，主持一集，当台湾人也是很糟糕啦。哎，王本福嘛真害啦。啊，主持一集要共摕400万，啊，人迄头家讲，我著赚拢互你就好啊。台湾人也不像样，但是伊伫迄个环境内底。耳濡目染，伊就感觉讲，我伫运动诶啊。伊毋知影讲要哪个改变。你讲无注意一点，恁厝诶收视、cable 诶收视费用，几十年要600块甲800块拢无去，你有注意无？你有注意无？恁家有 cable 诶家手，有线电视啦，有免费电视诶家手。啊，恁遮侪人无有线电视哦。啊，无有线电视的家手，真正无，好厉害啊！您算很耐得住迄个诱惑咧。像那600块甲，对啦，网络我知啦，600块甲800块，像那无去，那个是叫做暴力。专台湾应该有上无超有800万吼，厝内底装电视。因报税600块、800块，因讲报税才报偌济，400万吼、
所以一个月漏税掉400万户，啊，400万乘以600块或者800块，你要看有偌济。所以不管遐做 cable， 遐 cable 拢是中国人，所谓的外省人。伊拄啊开始，遐是拢无钱的人，伫遐个迄、那个电话条，你打一个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招租啦，什么物件迄种的人，基本拢富可敌国。电视主持人、电视的电视台拢是中国人，即摆开始有几间啊？王雪红听讲从 TVBS 甲买起来，但迄笔偌济，惊人的数字呢？所以我要讲起来就是讲，台湾里面的这里很多的生、迄、那个生产的一些工具啊，一些行业是完全的不公平。健保。讲了钱，只是健保大间病院拢趁钱，细间诶拢无多趁钱。阮兜嘛是同款，阮兜有足侪，我诶啊做外甥啦，我诶阿姑啦，伫全台湾7-8个医生，拢家己开细细间啊。伊讲快撑不下去了，有一天竟然医生会撑不下去。卖讲伊医生爱读7年啦，卖先卖讲啦。这无他的辛苦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啦。啊，健保上在个人的医生，你若本身家己讲技术无较好诶，你想伊我都家己去开验吗？啊，遐医生即摆拢拍死啊，变做大间病院。啊，大间病院拢用啥物款的医生？你去甲查看卖啊。有很多医生是荷兰毕业，啊，荷兰是啥？伫台湾拢考袂掉，去荷兰考，唔免考啦，摕钱去荷兰读对档啊，菲律宾读也可以。所以你像这种的医生的素质，我唔敢讲是每一个拢安尼啦，但是10个还是100个，可能有1-2个不错啦。所以咱的生命上界有关的医生。已经开始逐渐的离我们而去。那年纪那大以后，上该需要的是什么？医生，干不是？即马健保的制度是愈来愈安那，有真济真正的病啊，伊无爱甲你出钱。所以我咧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所有的病看病开刀，通通免钱，拢从政府甲你出。是安那安尼，我免来讲。你将遐会当动起来，免浪费的物件，拢个动起来。例如，你唔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国人，讲较歹势，老欧啊，老欧敢有防卫台湾？无呢。咱受的教育讲，老欧啊保护台湾呐、啊。伊当时保护台湾，伊走来台湾都袂赴啊，要阁保护台湾。台湾的好业是安那好业的？我问你咧，敢真正蒋介石讲的，什么让创造台湾的奇迹 ？No， 台湾人的好呀，不是蒋介石的功劳，不是遐老外的功劳呢，是什么人的功劳？是美国啦，你听讲，想要讲美国，来我讲一个例给你听，你捌看到外劳吗？对不对？你捌看外劳的下手？足侪工厂啊，啊是即个啊做迄个马路啊，迄大的工程拢是外劳在做，对不对？拍到乌，看那十米人伊嘛愣在做，有够拍拼有无？从东南亚来的外劳足拍拼，敢会输你台湾人？未呢？以前是因为美国开放市场，互你台湾生产的物件，伊拢甲你买，互你趁钱。在那个时阵呐、啊，50-60年之前呐、啊，在蒋介石、蒋介石那个时阵呐、啊，但是东南亚的人生产的物件，美国不爱甲买啊，不爱甲买，伊就无多赚钱啊，所以他伊的生活就歹啊。啊，你台湾有真侪钱好通赚，你的生活就好啊，
变成四条龙啊！咁中国人的功劳，蒋介石的功劳，蒋经国中了 ，no， 真正唔是，真正是美国，因为台湾可以占领，他不得不帮助你台湾。但是今日中华民国开放跟中国斗阵，你的迄个大学毕业的人，一个月即摆变到剩偌济？22K， 两万二。还是27000，安尼尔，甲20年前差不多计数，迄是有意故意，甲你救来，同款安尼，你啊发新加坡，新加坡即卖偌济，12万甲15万，本来甲咱差不多的，韩国嘛有差不多10万块、8万块一个月，是安尼台湾拢未起，这是政策嘛。政策将台湾人的这些工厂拢压死去嘛，变成台湾人有一天会变成奴工，其实即马就是奴工啊啦。你也看，咱台湾民众在上课，外口就甲你诱外口，讲台湾民众是诈骗集团。我问你咧，台湾民众卖向外口？甲你讲，拜托你无款哦，台湾民众有捌无？恁来这里上课，当你交一个6000块、10万块，应该啊，这人的所在啊，跟咱民宿同款啊。但伊就甲你穿小鞋，见缝插针。咱台湾民众从来没有募款，你敢无注意？但咱台湾民众做这些代志，遐钱为着来。我虽然是袂使甲你讲，但是我会当一个手势予你啦。你叫用天顶会落来啊？唔是啦，我都袂使讲就对啊啦。你要搞清楚啦。啊，若无咱台湾民众啊，广告下大啊，一直讲，我甲讲啊，美国变来，无效嘛。这台湾人敢那蛮皮嘞，你甲讲的伊也听无啊啦，你敢听有？好，刚才恁要来也要来上啊，算你听得懂啦。我甲美国讲，你今日你军事政府你占领我台湾，你有帮忙台湾无？伊讲有啊，我讲歹势，你是帮忙中华民国，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啦。我台湾是台湾，台湾是本土台湾人，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。但是你在座的各位，你伫外口很无形之间，你家己会讲到讲，这叫做中华民国，你将台湾当作敢那是中华民国，你自己没有自己不自知啦。所以你也看嘛，台湾这个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社会，因为教育的关系，把咱台湾人变作贪心，然后呢，好逸恶劳，就是不爱做，艰苦的拢不爱做，看下点点在恁家去困，啊，看电视啊，钱拢会家己为落落来，互你迄种的。真正拢迄种个啊！你想看咩啊？安尼台湾是变喏，所以我还阁印象有够深。2004年，我当研究战争法，发现台湾的地位的时阵，真正无好写。一日电脑头前，目屎一日嘞。我安尼变喏，看去甲李廷辉讲，李廷辉我甲讲，较慢的林姐，较慢的。我是要办到当时啊！所以后尾啊，我去告美国的时阵啊，李廷辉拄啊开始，他也不知道，伊叫我较慢，我惊伊知影甲动。啊，有一个大佬啊，讲伊要甲我出钱，我讲讲咧，真正相信咧，啊，告美国要开足侪钱咧，要开几千万的咧。美国的钱是安怎开的？你知影？律师是算点钱久的，一点钱久偌济？你写告诉状，可以，
伊甲你读告诉状，你爱付伊钱。所以，干那顶回迄个官司开卖甲两千万、一千多万，遐钱为倒来？好佳在迄当阵，我特别为着迄走去选高雄市市长，啊，国民党知影，全面封杀林志兴的代志，拢总无爱甲你讲。竟然我选刷转高雄，听90%，唔知影讲林志兴选高雄市市长。我是利用伊选举的时阵，会当伫电视台讲一套法律的台湾的论述。甲即马迄个影片，大家还阁有呢。看的时阵，甲我讲啥？秘书长，你2006年的演讲，甲即马的演讲差不多，论述都没有改变。我即个论述哪阵唔对的，我就改变了啦，没有变。表示讲即个论述啦。100%的正确。你在座的各位，你听听，你应该也会有感触啊。你应该家己心内嘛爱想，爱很勇敢的向你边爱人讲，讲这种论述。这久以来啊，2006年到即卖2015年，已经9年啊，论述拢无改变。啊！美国都给你支持，啊！这论述是对哇，唔对？你也想看卖啊？绝对100%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你讲台湾要独立，美国反对，全世界反对啊！美国反对，中国嘛反对，大家拢反对，干那你独独台湾唔知影尔呐？台湾应该独立吧？啊！这土地是咱的呀、啊！我出讲你上过跟你讲啊。算计就给你用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就对了，不对嘛，台湾当时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所以权证不是在你个人的头壳顶呢。啊，所以法律你说有轻吗？有轻啦。你说法理的东西是不是值得大家研究？值得大家研究。很多的事情，台湾的过去、现在、甲将来，我相信一定会改变，必定会改变，是必然。台湾有一天要走出来，但是到那一天，你若无准备，你就来不及。今天上课到这，谢谢。